我们来看看有个性的美女吧。那十月怀胎啊，很多这个女性同胞都觉得自己是特别的辛苦。那怎么让在十月怀胎的过程当中依然美丽动人、韵味十足呢？英国的凯特王妃给孕妇们打出了榜样。这几张照片是上世纪80年代戴安娜王妃在生育威廉王子以及哈里王子期间的着装。现在看来啊，这些服饰都十分保守，而且呢也没什么时尚感。30年后怀孕6个月的凯特王妃已经成为了英国准妈妈们的时尚偶像。您看哈，不管是出自大牌设计师之手的碎花及膝连衣裙，还是可爱俏丽的抹茶冰激凌色大衣，都体现出了这位王妃准妈妈的穿衣品味。而且呀，在凯特王妃和各位准妈妈明星的带动之下，英国有好多孕妇们也已经不甘于只穿那些普通单一的像个大袋子一样的孕妇装了。这些准妈妈们呢，虽然都挺个大肚子，但是人家也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美丽了。咱中国的孕妈妈们也不甘落后呢，去一些购物网站搜罗一下啊，也能发现各式各样的有设计感的好看的孕妇装，而且也是很受到大家欢迎的。都说呀，这怀孕的女人是最美的，说的呀是精神层次上的，是母爱的光辉和伟大。要是在怀着宝宝的时候，咱也把自个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不但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也能让自己的心情好好。这心情要是好了，那不就啥都好了吗？您说是不？